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昌平公园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吗？帮新郎向新娘求婚。我们的大姐头竟然要结婚了，好兴奋了，好兴奋的又紧张。今天很荣幸哦，能够哦出前导车哦来载红豆。好，那红豆你嫁给他绝对错不了，放心。好，游客也在这边祝你们永浴爱。亲爱的老婆，今天策划的这场婚礼从三月中旬的时候就开始策划，那一切不管是现场想法还是用吊车升降出场，这些都是让我绞尽脑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。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是最幸福的女人，今天一定要嫁给我，我爱你。请我们女主角红豆走上我们的红地毯。有多好你应该知道，相信你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，所以不要再考虑了，就嫁了吧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可是我觉得你如果错过这事你应该会后悔吧。赶快就是现在了，决定了啦。女儿你看啊，你准备那么慎重耶，那么隆重耶，全部朋友都来的是一定要幸福。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就在七年前，你的出现，我们的遇见，原来这份幸福的存在，当时悄悄地降临在我身边，至今不曾离开。七年前我们相遇了彼此，但我们有错过了彼此。三年前我们再度的相遇，这一次我们拥有了彼此，也珍惜了彼此。今天我要再一次幸福的牵起你的手，这一次我要牵着你一起走一辈子。吴卓峰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世界上每个人总会遇见那个对的人，我很
开心，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唯一，我的一颗心专属于你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有我来陪伴你走过每一天，守护在你身边的期限，一生一世，直到永远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真的很高兴，又很感动。啊，要靠震撼，啊，了解，那好，不要放电梯哦。祝福你们都一定安安的幸福。啊，还有朋友，祝你们永远幸福。也谢谢我老公，他今天安排这一切，然后谢谢他平常那么包容我，然后给我今天这个惊喜。今天很谢谢所有的亲友们的祝福跟参与，那在这大家的祝福之下，我相信我们也会很幸福，我也会尽我的努力给他幸福。我们会幸福的。哥哥红豆，看你们这几年这样子争吵，啊，现在你们终于要结婚了，很恭喜你们，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幸福，永远要幸福哦。那个汉哥，那个恭喜你们，真的。那个祝你们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终于呀，要一直幸福下去哦。我要祝你幸福哦。阿汉，你有台风天也真真憨厚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伊筹备结婚礼嘛，筹备足久啊，嘛开袂少钱啊。啊，我第一届吼邀请来做这临时演员哦，我感觉足爽快。啊，我在家诚心祝福他们两位吼，可以永浴爱河啊，你吼。永结同心，谢谢你们。